十二鬼子，我们中计了，是黑岩的骑兵。周林呢？他人呢？他怎么指挥的？大队长牺牲了。那其他同志呢？他们说马比人重要，就让我把马全都带回来了，都没了。すべては我々の手中の中だ。この旅は共産党の騎馬隊が死を恐れない。それだけが手違いだ。大佐、私にどうか処罰を。共産党、大したことはない。新政軍。まあそんなものか。熊広。はい。次の戦で勝利するんだ。罪を晴らせ、そこで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周林，他是跟我时间最长的，我知道，我既痛惜他的牺牲，又痛恨他的亲弟。不，是痛恨我自己的亲弟。如果像赵大琴所说，这是一支在大新庄差点送我见马克思的那支日军骑军，那我们确实是情敌了。周云，在革命队伍里，必须服从党对枪的绝对指导。我们刚做检讨。老王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，是人就会犯错，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如此的强大和狡猾。我们要从这次失败当中吸取教训，如果要战胜敌人，我们就要想到一套破解敌人阵法的战术。我们的训练要抓紧了。嗯。小二，哎，哎，客官，再给我来只鸡。啊，这么多菜，您吃得完吗？酸奶哦，喝酸奶吗，小伙子？
多少钱？一毛一杯。好，哎，咱来啊。哟，怎么是你呀？三爷，怎么着，想进去试试手气啊？没有，我就……啊，走走走，别客气，我带你进去。三爷，我就是路过，我……嘿嘿嘿嘿，小子，你印堂发亮啊，这手气肯定旺啊！哎，跟我进去，没错，进去是两把。三爷，算了，不不不不不，二嫂，昨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。铺子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都不是东西，只有三爷我心眼好，把你当兄弟看。怎么着，连我都信不过？谢谢三爷，可是我送啊。走吧，我送三爷，我能蒙你吗？啊，走走走走走走啊，走走走，三爷你肯定能赢。进去进去进去。三爷，再压，再压，都压上，压上。我是不相信二锁会是那样的人。哎，男男女女的事情说得清楚吗？咱们一直看好大齐跟那人，结果呢，中间不又冒出一个孙佳慧来？是啊。可大齐和那个孙佳慧，不是也没成吗？这就是天意呀。我是担心老三，他会自作主张。他？嗯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对这个当二鬼子的弟弟一直看不上。可你看看这些年他做的这些事情，哪一件是伤天害理？想想也是，就是。来来来来，二锁，你的手气不错呀，全压着，还是小，还是小，还是小，对，小，还是小，就是小。三爷还有吗？三爷，三爷，我兜里都空了。三爷，你再叫点。三爷，三没有。咱们走，走，下注，摆定离场。来来来来来，二锁啊，你欠我的钱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还？三爷，我今天不光把一年的工钱给输了。我连那煤也给输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交差。
您宽限我几天。你说你啊，天生叫花子的命，放着眼前的富贵，你就是看不见。我就是一穷小子，哪有什么富贵啊，三爷您。你要是依了我的主意呀，甭说还我这赌债，就是这宝局你买了，也是小菜一碟儿啊。三爷，您什么主意？我说呀，你想办法娶那人呐，照栓子把那人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你不就成了赵家的姑爷？那时候你还抽手里没钱花吗？不是三爷，不、我就是一穷伙计，哪敢高攀呢？不，二嫂，娶那人当赵家的姑爷，这不是你穷小子做梦都盼望的事情吗？三爷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啊。这样，你要是肯离开赵家，哎，你欠我三爷的钱不用还了。三爷，赵家对我有恩，我不能走。有恩？怕是你舍不得那人吧？三爷，您不能听那些谣言。哼，别怪我白三爷说话不好听，既然是癞蛤蟆，哼，就别惦记着那天鹅肉了。三爷，我是穷，但是您不能随意的侮辱我。侮辱？哼，你值得我侮辱？你也配？三爷，你要是没旁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钱也丢还你。不是我命比你高贵，是你欠我的钱。你记住了，那人是我的外甥媳妇儿，现在赵大奇不在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锁，你这么晚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哎，少爷，我最近练得相当顺手啊。那成吧，这高。哎。你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有点酸。咋了，大毛？哎，没事，少爷，您坐。酸死我了！哎呀，你别说，我怎么一坐下来，我也觉得有点酸疼啊。哎，能干。要我说，这孟团长可太狠了，比那地主老财都狠呐，天天往死里整咱们。哎，也不知道张政委干嘛去了，我都开始想他了。可别乱说，这可是违反纪律的。啥违反纪律啊？咱是来打鬼子的，不是来守纪律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二鬼子的牢里也没那么多纪律。你坐过大牢？嘿，俺们家少爷蹲过。哼，张政委怎么说的啊？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。我跟你说话负责任，我们少爷待过那大牢，有酒有肉，还有人探监呢。我认识你，你是成仙镇的赵大奇，我在你家打过铁锅。你是梧州的？
对。成田镇的。对。哎，老乡啊，那以后得多亲多近啊。好。哎，多照顾。还有谁是梧州的？我也是啊，我也是梧州的。这么多老乡呢？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说啊，咱们老乡就得团结起来，知道吗？我们家少爷梧州出了名的八条腿的螃蟹，什么意思？横着走啊，跟着我们家少爷有吃有喝的。来来来，咱们以后都是老乡啊，咱们一定要合作合作。来来，拜个码头，拜个码头。以后这就是咱大哥，拜码头吧。都是同志。好了，叫大哥，叫大哥，叫大哥。二锁，你怎么了？你生病了？我没有。哦，我。可能是有点风寒，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的。来，我给你擦擦汗。哎，不用。你干嘛呀？跟姐姐还这么客气？我休息一会儿就好，没事了，没事的。你要是累了，你就休息一天。活这么重，怎么能休息呢？嗯。活再重，你也得注意身体。啊，我可是咱们梧州四大名捕之首啊，在我手里破过的大大小小的案件数都数不过来。三爷，你们干嘛呢？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看见大奶奶的绿玉镯子？我没看见啊。没看见啊？整个一上午就你在马厩里啊。啊！你没看见，谁看见了？三爷，老爷们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，我说没看见就没看见，你不能冤枉人呐！我冤枉你？我可知道你最近很缺钱。
要是不想让我们冤枉你，很简单。我说白老三，虽然你是吃官饭的，可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嘿，姐夫，您这么说我可就听不懂了。我这也是为咱家好啊！啊，为咱们家好啊！我知道你对十二所有成见，可你做事也应该有个分寸吧？你怎么能这么对他呀？这得让二所多伤心呢。这得看怎么说了。哎。如果我真伤了他的心呢，他一走了之，这倒好了，我还省心了呢。就他一个人上午啊，在马厩里头，在咱们家做伙计啊，这手脚不干净行吗？打住！这事儿啊，以后不用你管了。那镯子，就当是摔碎了，以后再也不找了。搞得全家鸡飞狗跳。得得得得得，哎。你说了算啊！哼，到时候媳妇被人拐跑了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哼，不是我说你们啊，这草料谁喂的？这谁挑的草料？怎么这么长啊？你没看这马都吃的不顺口吗？哎，你想想看，你们家吃饭给人家上一颗整菜啊，那让人怎么吃啊？是不是？你们记住了啊，所有的马鞍马具都要统一的分配啊，马比人金贵。还有了，这最重要的是一日三餐，这马呀最重要的是这个夜宵。俗话说得好，马无夜草不肥。听明白了没？明白了。大点声啊！听明白了。就是嘛。还有这个，脸上，你看看，这脸上这么多的泥巴，哎，你们都不洗脸，不给马洗脸呀？啊，你们自己不洗脸呀？这俗话说得好，铜锣、铁驴、纸糊的马，这马金贵的。我就你不听话。我叫你不听话！我叫你不听话！我叫你不听话！马马马马！哎哎哎！叫你不听话！马！我叫你不听话！住手！住手！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凭什么打他呀？凭什么？啊！这是我的马，我叫你他不行啊！他犯了什么错了？你打他啊？犯什么错？这匹马太胆小了，战场上面啊不往前冲，差点害我摔一跟头。再怂吧，我今天不教训教训他啊！我让他长记性，我教训他！你给我住手！哎，我说你是不是人啊？你跟一匹马较劲？嘿，我说你算老几啊？我算老大，啊！认识我人多了，你算老几啊？我是连长，我是大管家，我是整个骑兵团的大管家。哎呦，大管家，你就是个养马的马官！你给我站住！再说一遍，你就是个养马的马官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养马的马官儿，你再敢动他一下，我就打你！我就动了。成何体统？你们解散。赵大旗旅游上团部了。李勇，你作为一个侦察连连长，怎么这么没有纪律性啊？政委，那是我的马，我管教管教不行啊？不行，一个骑兵战士，爱护马是第一位的。那俗话说，步兵的腿。骑兵的马，
那战马对你来说不只是一匹牲口，而是你的战友、你的伙伴、你的第二生命。你不爱护马，那战场上战马怎么爱护你啊？我看这件事儿赵大齐做的对，以后你再敢打马，我就拿马鞭打你。笑什么笑？不要得意，我还没说你呢。这件事儿虽然你做的对，但你要注意方式方法。都像你这么没大没小的，这还是部队吗？还有纪律性吗？政委，您可不能冤枉我呀。我冤枉你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战士们对你的反应很大呀？这件事儿回头再找你算账。你们俩回去都写份检查，交到我这儿来。是，走吧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检查不会写，您帮帮我。自己完成。江一、杨虎，老板来个烟啊！来吧。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？喂牲口的草料。走吧。哎。走吧，爹。站住！刚给您打的饭，您趁热吃。你吃点东西。不吃不吃不吃，没胃口。您怎么了又？咋了？检查？嗯。哼，老张让我写检查，我真是纳闷了。你说我在梧州的时候那是威风八面，怎么到这儿了没人看得起我？哎，还老挑我毛病，我怎么就错了？我就还让我写检查？可不是嘛。咱平时多自在呀，这非得受这个窝囊气。要不咱还是走吧。要走你们走吧，我是不走。来这儿一个鬼子还没杀，这要传出去，我赵大齐那算是丢死人了。哼，少爷说的对，那句成语怎么说来着？老虎不发威，他当咱是病猫他。嗯，教你一句古汉语呗。哎，滚。那您那饭趁热吃了。检查，我赵大齐能力很强，本事很大，在梧州一带那也是声名赫赫，怎么到你们这儿就要写检查呢？啊？赵大齐同志，你真的是要好好反省反省。我反省什么呀？我反省。顾头，哎呦，顾局长，三叔，咱们就别见外了。我跟大齐的事儿呢，另算。但是三叔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呢，还是站在我这边，这份情我是认的。行，顾头。皇军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发现一个可疑分子。有什么特征吗？说身手不错，还有一匹白马。白马。周善人的家丁是不是说过，着火的那天晚上，有人骑白马出现过？对对对对。那就再送个人情给周宝庆。这样，三叔。你将这个消息告诉他，他也会记你一份情。谢谢顾头，谢谢。周宝庆。局长，城外的哨卡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女人，可能是仪仗虎。哎，快召集兄弟们！
给我活捉一丈红。嗯，是。快跟！来来来！这！这娘们受了伤，跑不远，沿着水迹给我搜，把周围所有的旅店和客栈仔细盘查，看有没有可疑的人住进去。他不敢去找大夫，但是得买伤药。老三，你多找几个人，把城里所有的药店都给我盯紧了。一旦有人住进去买伤药，一律给我抓起来。是。带路，走。敌国方面同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，总而言之，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。我讲了半天了，也不知道同志们都理解了没有。下面呢，我让一个战士站起来给大伙讲讲。赵大奇，赵大奇，我刚才讲了什么？你在打瞌睡呢吧？刚才在那个认真的听讲了。那我讲了什么？说呀！别起哄。您讲的是毛泽东同志的《论持久战》。回答正确。什么内容呢？行，您讲的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战略方针，就是要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变动不定线的运动战，也就是说，中国军队要胜利，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快速的运动战，哎，这样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，而不是深沟堡垒、层层防御、防御准备攻势很强的防御战。来，大家有话就讲。赵大奇同志讲的好不好啊？好。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您刚才讲的是我们现在的战略方针，那就是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啊，在这个高速的广阔，赵大奇，哎，对。以后在学习的时候不准打瞌睡啊！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，明天咱们继续讨论，内容不限，主要是针对咱们目前骑兵团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。好了，散会。起，解散。这个批评我明白，自我批评什么意思？关键这俩词儿放一起是啥意思啊？哎呀，没文化真可怕！自我批评就是发自内心的去批评别人，明白吧？哦，学了。白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啊！我没有叫你就不要动，听到了吗？啊，听到吗？你去报告局长，我在这盯着。好嘞，快！大侠，
您这个是枪伤，我这个是中药铺子，您得找西医动手术给您取子弹。给我金疮药、酒精、签子。大侠，这是您要的，可是我不会动手术。出去。好。你要敢胡说八道，我要了你的老命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别开枪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不信，不信你就开吧。把枪放下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在下久仰一丈红的名头，杀鬼子，女中豪杰，我在心里头真是佩服啊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我来帮你取子弹。周宝清带着人马马上就过来，咱们得赶快走。三，这是你的。回想七十风雪中归去，遥遥数年似无期，血染繁华烟雨里，抹上亡魂的朱漆，满中一心烽烟起，若足魂摇归故里，思念明月落水底，儿女英雄为知己。醒来只是刻下一世疆土，一世守边地。黎明之后，眼睛污垢，凄凉烛化为灰烬，敌人却还嫌不够。妄想从我身上跨去，怎能再忍让把刀相去？岂容我贼造句？搭肩在夕阳里，马蹄声踏水，饮壮士随军不畏寡，却从未想过有归期。战火当中洗礼，自然一身的勇气。眼看枯叶皆霜，茫茫荒原上野烛尘遍地。战争号角一吹响，思念硝烟中飞扬。精神残断的臂膀，抵住最后的城墙，向苍天洒下最后的烈酒，遥望苍白的渡口，保家卫国绝不负手，定当永垂火不朽。回想七十风雪中归去，遥遥数年似无期，血染繁华烟雨里，抹上亡魂的朱漆。
能慕容我片刻的踌躇，还需拨开多少迷雾，剩下了多少的基础，越是乌云密布，吾辈越单刀直入，功名利禄无需在乎，勿忘过之后人记住，同则一股为名目难占，却心头很无助，无风一路艰难的滚滚长江踏万里路，戎马一生保家为国千秋万代，每个尽着狠刀立马驰骋疆场，妄想触碰大好山河，山马龙下马虎，披荆又斩